今天来介绍元素秒餐到青山的知名景点 ，Go。今天在元素车站旁边的明治神宫，大家赶快去参拜吧。运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遇上祭典哦。我们现在身后方就是万头穿洞的卡威新竹下通。不要错过竹下通有古城一品哦，这里是代代木公园，是东京人假日休息的好地方哦。可以看到后面还有人在表演呢，在这边悠闲的看书也不错哦。这里是闹中取静的东乡神社，这边也挺非常的日式，可以过来看看。就充满国际知名品牌的鸟川道，什么是李元素？日本最潮的潮牌都聚在这边。元素表参道一带有许多适合 IG 打卡的可爱甜点店，像我们身后的 Eddie's Ice Cream， 或者是 Roll Ice Cream Factory。这个 gallery 目前大概有70个不同的展览在这边展出中哦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看。青山这里有很多的咖啡厅哦，比方说旧金山来的 Blue Bottle。你看，紧邻着 Blue Bottle 旁边有个修州咖啡。这边位于表参道跟青山之间的小天地 ，New Second。这边冬天还可以坐在室内，超温暖的哦。Chai Tea 来喽，准备。鸟川道、青山、元素这三个地方有很多种不同的餐厅，除了日式以外，很多异国的餐厅哦。我们现在来吃咖啡泡泡汤。它的面包皮烤得很脆，然后它的照烧鸡的酱吃起来非常的甜，好吃。今天所介绍的景点，希望大家都喜欢。我是鲍勃，我是韦恩，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